带南方朋友的朋友去吃酸菜大棒骨，我看这酸菜大棒骨不错呀。哎呦，我会的啊，喏，东北特色，这东北特色。咱杀一份就行，就咱一份才88，两份才多少？我们这个88跟你们那边不一样。本来我想点3份的，那先来2份，等会不够再加好吧？不，你还加？请听他的吧。好，兄弟，这里上不了菜，请换一下位置。啊，那请问为什么这上不了菜啊？等会儿你就等会儿就知道了，走吧，走。又是停顿啊？一会儿你不就知道了吗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啊。路子还有一份呢，点了2份，哎，来了。我以为是这么大一盘呢，没想到是这么大一盘啊！而且还是2份哦。不吃不，你不再下一份要不？啊，够了，先吃。继续。哦，哇，这行啊！尝一下这酸菜。哦。怎么跟我们这不一样啊？我们这是用白菜做成的酸菜。行吧。哇。太爽，很爽，大口吃肉，一口咬下去，我不行了，我听你说的，我都馋了。你吃这一口吃，你们东北都这么大量吗？这正常量啊。就以你这种点法，老板会很喜欢你。老弟又来了，坐，往里坐，请你点啥？老板两眼都得放光。你学大肥，看人家吃的多粗鲁，那不就伸手就来呀、春季里开花。14566，今天点就剩2块了，差不多吧。什么东西啊？啥玩意儿？仔细瞅，来瞪大你的双眼瞅，你管得了2块？看着不。